历新呢日出席圣诞装饰活动，唔经唔觉就已经 dry 咗三年几啦。唔知道今年圣诞有人陪未呢？约唔定啲女仔，咁啊梗系冇啦。我咧就系、是、人哋揾我摄时间就得，但我从来唔揾人摄嘅，所以就冇话揾女仔特登要我自己唔会咯。唔会觉得 lonely 嘅。lonely 就又唔会啊！唔好俾我见到咁多 sweet 嘅一对对咁样，咁单之都会留喺香港啦。咁啊，应该会出去参加多啲嘅 party 啦，识下多啲唔同嘅人啦。其实我因为我游水之后咧，咁我识咗好多唔同嘅，即系多咗好多运动员啊，尤其是系游水、游海啊、游泳池啊。咁啊，即系嗰啲同我年纪差唔多啊，大过我啊嗰啲，有好多都系外国人添。咁所以佢哋圣诞节好重视噶嘛，咁一定会好多嘅 party。提到高以翔在大陆录节目的时候突然晕倒猝死，小芳听到消息都觉得很震惊。我都是刚刚、知道啦，咁系梗系非常之可惜啦，因为我本身我八月份先见完佢，咁同埋有同佢食饭，咁睇到佢其实无论系食嘢都系好健康，佢都系食菜先，我都系食肉先咁，所以其实同埋佢又打波又叻啦，咁所以。佢一定都係有經常做運動，所以係好可惜嘅一件事，亦都好希望即係人生真係好無常啦。大家根本其實即係我自己都唔會知道自己即係身體會有啲咩事，係咪？只可以做到嘅就係唔好以為自己後生就忽略咗自己健康，都要多啲去做檢查。